这嘎，新来的工人把俺们的铺给占了，铺盖也给整出来了。志刚，你可别闹事儿，有啥事儿等老大回来再说。听我说，等我回来吧，他一开门一看那个女的，他慌个掉。他说那女的就不干了，那个女的也说这时候他们两个咱们就搞一块儿了。哟哎，你干嘛？还没腿干了，学会打架了是吧？好，都别动，都看着啊！打，溜子，接着打！我不管，别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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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哥！哎呦，我的天！别动！别动！谁都别动！把伤的给看病，打死是偿命，谁都谁负责任。这真没用。别喝他妈了！别看了，别看了，那是喜欢出事儿，不过是没事儿。大林，哎，村长，你那个绯闻工地民工发生斗殴了，你快去看看去。啥时候？刚才路过还没事呢。就刚才，你快去吧。哎，好。干啥呀？哎，你干啥？干啥呢？咋回事？怎么挂彩了？不。俺那个吧，俺今天一个了，他把鼻子全撂地下了，那就打人呢。不，
小伙子，没事吧？卡松卡松卡，不服！闭嘴！这事不能怨我兄弟，是他先动的手，他。哎，这不干滚蛋啊！哎，那谁呀、啊？你赶紧找你们人，把你们人送医院去，快点！你别放这么碍眼了。你们活不是干完了吗？啊，不是我们撵你们走，你住着合适吗？你看合适不？哎，让开，让开，让开！今天事儿就到这儿了啊，咱说清楚了，没事儿。谁说的没事啊？啊？你家是政府啊？法律你定的？谁头啊？谁头啊？我是，我是。干啥呢？把人往医院整啊！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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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排。慢点。栓子。啊。管道。慢点。我打的，我打的，还有我，到底谁打的？还有我，是不是我打的？不用说了，俩穿上衣服，去给我录个笔录，快点。大哥，还是拿一个人跟你去吧。少废话，都得去，快点。我告诉你啊，赶紧上医院啊，出啥事你负责任，听见没有？一会儿上医院找你去啊。好的。你俩快点来。净给我惹乱子，该干干啥？这俩咋回事啊？干仗，哥俩削一个，给那哥们儿削休克了，够狠的。又是那什么工地他俩？对，就是他们那儿。哎，大哥，我俺亲戚吧，俺今天俺从依赖。不是你想说啥？不是，没俺去，俺这不今天他把俺背回去。行，我跟你说。一会儿问话的时候你说啊，你别让他说话，听见没有？成，大哥。不行，包，俩人交给你了啊，我上医院去。哎，你俩老实的啊，问啥说啥，知道不？你俩因为啥打仗啊？啊！等，你别说。你说，那你躺下，慢点，小心点，往这么躺，慢一点，对，慢一点啊，躺着。小张，
给他挂一瓶葡萄糖，再打一针破伤风针剂。嗯，好的。朱阳哥，好，你等一下，还得开两种药。我不是病人的家属，他需要打点滴，哎，交费去。我不是病人的家属，我只是咋的了？又是你的案子啊？对啊，人也是往送来的。这事儿你倒来得挺快，交费去。哎，大夫，这看这病得多少钱呢？嗯，100多吧。这么的，你俩先垫上啊，等事处理完了，该谁掏谁掏呗，差不了事儿，行不？我真的没带钱，你看，我这就这么点。行了，你拿着吧，我回去了。吃饭了吗？姐夫，姐夫啊，姐，坐着。吃饭了吗，姐夫？钱姐夫，吃了吃了。您坐着。啊，姐夫，你们吃，你们吃。坐着，姐夫，坐着，不吃了。你们吃吧。啥事儿？哎，咋的？就他妈的还跟薛家兄弟打呢？哼，干死他！哎呦我擦的，隔人他妈找死，你知道？哎，你别看薛武不吱声，你知道？哎，不吱声那不行，谁要打了他弟弟，那就算他妈倒霉了，你知道？狗，打多大霉啊？打多大霉？谢谢师傅。今天这是在工地，你知道？咋特在？今天要是换个地方，非他妈打残他，信不信？哈，
只剩打残的。打残？嗯，这他妈啥意思啊？用用。瞅我干啥呀？瞅。打架打官人了。啥打仗打官人啊？下一个。别别别！干啥意思？哎哎，别人都两勺，我他妈一勺还整我一身。新来乍到，规矩点。啥玩意儿？新来乍到，规矩点啊？干啥呀？哎，你干啥呀你？快快！哎，干啥呀你？先停。你快走吧。我跟你说，你看再下次要再这样式的，我就炫死你。炫。拿着。我给吃我，傻了吧唧的！行行行行行，嗯，搞。这干啥去去？偷啥去你？啊，没事我没事。这还不行我的。哎，干啥你？行行行，干啥你？顺子，你把这些东西交给家财和志刚。这啥子嘛？馒头。我告诉你，待会儿上医院，这儿出的事儿，千万别告诉家财，听见没有？哎，要得。也别告诉志刚再回来了。回来还得打架呀，这帮人啊，恐怕不能让你们在这住了。看见没有？东西我都放这儿了，给你们存着呢。那我们住在啥子地方吗？那你干爹在哪儿你不知道啊？我不晓得，他有事一个人就要走了。行，把馒头装好，别让人看见啊。哎，要得。上哪去啊？我要去医院。哦，去看看泄了大剧是不是？不是，那个志刚哥被人给打伤了。哪个胆子这么大，能把杨志刚给打伤啊？就是那帮新来的民工，占了我们铺还不说，还打人。我们的人少，所以志刚哥打不过。哦，他们胆子这么大，能把我们的铺都给占了？那我们铺上的东西呢？啊，都在周叔那里。哦，你先去。哎，这个杨志刚在哪个医院呢？是那个大医院。大陆，通宽吃点东西吧。别坐着发呆了。我告诉你啊，今天吃饭的时候，他们跟我说，今天晚上大门就要上锁，不让你们进了。恁妈妈，谢老大呢？那半天见不着他鬼影的。那说啥也得通宽给他找着啊，要不工钱就得耗汤啊。哼，他这么躲也不是个事情啊。耗汤。哼。我抬下去啊。哎。
志刚，志刚，你等会儿说话呀！你到底干什么去啊？别管，你现在回去也没用。为啥？我刚回去，他们把咱的铺子给占了，周叔把不干卷给收了。我就不信他们那霸道。你看你现在这样，你也打不过他们。志刚，水儿说的对，那哥俩跟疯子一样，你根本就打不过人家。我倒是有个主意，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你伤养好了，咱们找个机会，好好的收拾他。你去去去去。要不这样好了，咱一会儿找我干爹商量去。家属，家属，来，谁啊？我。哦，哎，谢老大，哎，啥事儿？还是叫工钱的事儿吧。没有办法了，我现在把合同都带来了。带来也没用，我这里没钱呀。我给龚经理没有办法了。你说，这合同上写的从今年我元月五号我们就到工地上来了，对不对？哎，春节都没有过，没有星期天，也没有星期六，这干活干到现在，你说不给工钱，这说不过去。而且弟兄们都回去割麦子，过两天就回来了，你说再不给工钱，你说我咋办呢？爸比，嗯，江叔。哟，哟，他是我的儿子，不容易的，他狗蛋都快死了，他每天那他那个机器叫透析还是搞啥的，一次要1000多块钱，你说我咋办呢？真的。啊，小鸡儿，老哥，你睡着。二龙啊，真的啊，这个他妈吃啊，你还不吃这个啊？他妈今天打电话来，这没有办法了。你说我到哪去挣钱了？你想，那表哥连坐几庄了？我怎么农村的不像你们城里？怎么样，手气不错。保健的有福利。五连庄。我们啥都没有，那就靠工钱了。现在农村的受灾、水灾、干旱，你没有钱，那啥事儿都做得出来的。表叔，我跟你说了。老师呀，你说搞这么累不累？啊？这农民他没有钱，那不是死路一条了？是。这良心都是肉长的，帮个忙啊，是吧？那够急了还会跳墙的，何况人呢？表叔，我可是把事儿都跟你说清楚了。那割麦子人回来，那啥事儿都干得出来的。二龙，又要去找老板交涉。记者编译采访。到了工厂，保安让我们在门外边等待。是，等了一个多小时，老板就在门口。说穿有用了，这事儿啊，还得找谢老大。什么的有用？老鬼把咱们坑了。保安，都要知道。最后，保安说，老板让我们明天上午9点再来。第二天上午9点，我们准时出现在厂门口，但是等来等去，还是没见到老板。无奈。
难之下，记者在第二天上午以采访为主力，再次来到渝美塑胶厂。这回终于见到这位很难见到的老板。老板，哎，等会儿面。三十块钱，老板是这样解释的。多少？一碗多少钱？2块钱一碗。快了。哎，你知不知道这个国家安全法上面有规定，如果碰到事故以后，工厂不得以任何形式来跟员工签协议来解除自己为工厂事故所要负的责任，知道？随后，清溪镇社会保障分局的局长也闻讯赶过来。你老看着我干啥？你认识我？不认识。你看你忘了，你们搁那个游行，我看见你们了。我记着。聊聊呗。随便。说吧，你想知道啥？社长也走了，老陆也走了。咱们兜里没有钱，怎么办？我倒有个主意，咱们得去找谢老大。谢老大有钱，你干爹吧，那腰包里装了好多钱呢，我见过。帅儿，你知道你干爹那腰里头到底有多少钱啊？帅儿。怎么了？我现在走不动了，我又困又饿。您看咱们今天住哪儿啊？嗨，婉儿，婉儿，你来看。婉儿，您看看这地儿怎么样？这两边通风，这要下起雨来，还能挡雨，怎么样？哎，来，先歇会儿，先歇会儿。婉儿，婉儿，嗯，你没给志刚拿饭啊？我给拿了，他没有吃。他没吃，咱们吃啊。也是哈。咱们吃。带着。来。嗯。婉儿。年轻，长身体的时候得多吃点，嗯，嗯，长身体啊。干什么呀你？蚊子。那你得跟我说一声啊。我怕我跟你说的蚊子听见跑了。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腾。挥动鞭儿向四方，百鸟儿齐飞翔。哎，我女儿觉得都见过爷了。我见过呀。听着比我眼哥的。啊，说这话来了。好啊。哎，哥女儿，咱那地儿有人住了。下回我怎么看着？
哎，停下！干什么呀？你哪儿的？你住在我们这儿去？我们是隔壁拱地上的拱人，新来的拱人把我们给撵出来了。新来工人把你赶出来，你也不能住在我们这儿啊！你住在我们这儿，我们住哪儿啊？为什么赶出来了？老板不给我们工钱，我们在这儿等工钱。老板没给你工钱，你也不能住在我们这儿。你住在我们这儿，我们住哪儿啊？大哥，几位大哥，我们实在是没有地方住。您那还是个孩子，我们就在这儿住一宿，明天天一亮我们就走，行不？你住一宿，我自己也说了不算。我得问问我们哥几个，他们同不同意？哥几个同不同意？都搁这住一宿啊？老三和瘸子都在工地干过，他们那点钱还没要利索，这也挺可怜的，还领见了在这，二兄弟说一句话呢，在这住一宿。瞅着这样领个孩子的话也挺可怜的，你们哥几个是同意了？是。那你就这住一宿吧，只住一宿，听着没有？谢谢大哥，谢谢大哥啊。老三，你去这，来，你去楼上，瘸子，你跟我走。有人吗？住店呢？啊，老板，还有空位子？有。啊，什么价钱啊？20块钱一宿。我们是外地来打工的，我们的活干完了，可是那边老板还欠我们的钱，我身上能不能10块钱？这个地方还能过夜？当然能过夜了。贵不贵啊？放心，我们这儿不贵。大众浴池能贵吗？才10块钱一位。说不定还能找个货看看呢。来，快进来吧，你看在外面冻得嘚瑟的。哎，这儿可干净了。小声，然后那个，我给你送到家了，我就该回去了，你早点就休息吧，啊。李记者，你赶快睡觉吧，啊，我就走了。等会儿，不能走。他
他们都睡在马路牙子呢，那我们咱们哥们呢？让你走，不能，我有睡不着。我给你找地方。你看啊，你就睡在哪屋？空的。哎，里头还有一个板儿。你先睡，我就不睡了。不行，你快走。哥们儿，离着。哥们儿，进去，快进，快进，拜拜。班长，明天早上有事儿，有话说。你们俩吗？人家交给你了，没问题。啊，没事，没事。好，过来，来，进来，进来，进来。这边，这边，这边，往里走。坐个头吧，咋回事啊？跑那睡啥觉去？啊？新来的工人把俺们的铺给占了。那今天工棚打架的是不是你工地工人？是。不是。是还是不是？新来的工人占了俺们的铺，俺们的人就跟他们打起来了。你们这新工人、旧工人咋回事？整乱糟的。俺们的活干完了，新工人就进来了。哦，那你们活咋不回家呢？老板没有给我们工钱。工头和老板没给我们工钱。找他要啊！你说我们干活得给我们钱呢。找了，可是我们连。老板是谁都不知道，啥玩意儿？你干了半天，不知道给谁干的活儿？服了你！你哪儿人？安徽。你哪儿？安徽。你呢？我都不晓得我是哪里人。多大了？我18喽。你有18吗？看一下15、16。真的18了。你哪年生的？我86年生的。属啥？你有没有身份证了？没有。老高，哎，你过来来。没问题，快上那屋去。走，你坐吗？来，孩子过来，叔叔问问你。过来，谢谢。叔叔问问你啊，坐下。老板，昨天有个人洗澡没给钱，而且还睡了一觉，起来就要走。什么人呢？是不是常来的客人呢？不像本地人，像个外地人，像个农民。一出什么事儿，回去看看吧。人呢？人被小张堵在屋里了。小张。哎。哎，老板来了。人呢？人在里边呢。给我看看。哎，他就是他，老板就是他赖账不给钱。